是直接 SML 到 XL 都可以很轻松驾驭，别人下摆的缩腰都是轻靠在你身上，但是能有隐隐约约就是有很修身的效果，有点像小马甲的感觉。手袖的夹口完全是非属 oversize， 所以呢你想偷偷加衣服在里面，或者是你比较肉肉的粉丝，完全不卡袖。转一圈给大家看，你看后面的身材比例多好，它是各地区都可以穿的，没有任何的刷磨毛。蓝色其实是妞儿很喜欢的颜色，比较神秘，然后比较显白一点点，然后比较秋装一点点哦。我们家的卡其色就是偏白，显白显瘦，然后又有很有气氛的感觉哦。如果你家里有类似的牛仔外套啊，或是其他外套类的，来你看给它搭下去的感觉，这个颜色色调搭起来多好看。这一次的粉红色有点像玫瑰粉，我觉得穿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女孩，气色一样非常的姣好。你们可以把这个收腰放在这个位置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学 T 咯。当你想穿缩腰的时候有，当你不想穿缩腰的时候，你可以找这种高腰的裙子把它穿上去就可以，或者是刚刚妞儿搭的裤子也有奶茶色，这样子整套搭起来也非常的好看。上身搭黑色，下身搭刷灰裤，我觉得超级超级美丽的，就整个人看起来时尚纤细，很简约，很简单。